是你，哦，真的是你！你捏我干嘛？你要掐自己才管用吗？我好想你。我也是，每一天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我都在想你。我觉得这里好平静，好安全。这个世界不就是你创造的吗？你该不会也是个假芊芊吧？怎么像个花痴少女一样？这才是我一直想要一个完美的男朋友，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恋人，我需要的是一个能陪伴着我真真切切经历所有事情，无论好坏与否的恋人。虽然你总是惹事，有时候有点傻，脾气也不小，但这样你才是我的南宫啊，是我爱的人。他再完美，也不可能成为你。怎么了？虽然这是我创造的世界，但我却不能救你出去。贾南宫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以我模板复刻而来的克隆体，和我某种程度上是相连的。你只要以他作为突破口，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那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？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他了。南宫，千岁快去，千岁快走。南宫，刚才怎么了？南宫，南宫。我在想办法救我们出去。我不想出去，只有在这里才不会有人跟我抢你。如果我们不出去帮芊芊，简风可能会把这个游戏给毁了，到时候我们就都不存在了。我不管，我宁愿毁了也不要把你让给刘芊芊。小八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变的人是你。
他对芒果游戏公司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愤怒，并将会把游戏设计师刘先先跟我斗。社交网络上向知名游戏巨头芒果游戏公司提出控告，指出该公司正在开发当中的游戏《完美男友》涉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他的外貌设计出了游戏主角，为他的生活带来了困扰。他对芒果游戏公司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愤怒，并将会把游戏设计师刘芊芊诉讼至法庭，以获公平处理。喂，涛涛。喂，我看早上的新闻了，南宫他是疯了吗？怎么闹这么一出？哎，那个南宫是假的。是什么什么？南宫是假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哎，现在不是解释这些的时候。芊芊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。啊，那个南宫他又发了一条新的微博，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游戏设计师，也从来没签署过什么授权文件。授权文件。哎，涛涛，你现在去找找看有没有南宫跟芊芊同框的影像，授权文件我来搞定。同框？南宫。芊芊，是你吗？嗯，是我，阿栋。阿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芊芊出什么事了？贾南宫现在和简峰勾结在一起了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贾南宫的位置。公司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，但是芊芊，你这样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声誉。张总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是被诬陷的。我愿意相信你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你叫大众怎么相信你？给我一周时间，我会准备好证据的。在此之前，你先停职查看。最近不要来公司，省得大家闲言碎语。哎，我们聊聊。说吧。不是，别急嘛，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，先培养一下感情。哎，谁跟你同病相怜？你喜欢芊芊，我也一样啊。芊芊在我眼里是一个谜一样的女孩子，尤其是她身上对游戏的那股狂热的劲儿，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追上她。唉，可惜了，伟大的人都注定要和他心爱的女子擦肩而过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开场白有点长。嗯，你看啊，芊芊因为你的控诉又被停职，而且又那么憔悴，良心就不会痛吗？
所以你那么爱芊芊，只要签了这份合约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啊，签了这个我就能得到芊芊吗？啊，可以，必须的。真当我这么好骗？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个东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做芊芊的百分百完美男友。如果不能得到他，我情愿毁了他。你这根本就不是爱情，自私，懂吗？我才不想跟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讨论什么是爱情。芊芊的痛苦只是暂时的。你不会得逞的。哼，喂，啊，什么？你找到那个假男工了？太好了！啊，没成啊！我想到了。这个刘芊芊还真是杂草丛生，怎么除都除不掉。你要除掉芊芊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指的这个游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采取下一步行动吧。事先说好了，我是不会伤害芊芊的。你放心，只要解决他们的游戏，刘芊芊就是你的，我保证分毫不会动的。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？如果网络不够有说服力的话，那就重拳出击。芊芊出事了，快去阻止假南宫。怎么了？我这几天断断续续开始能收到一些他的信号，假南宫现在和简峰在一起，准备去发布会当面对你提出控诉。你别急，我这就想办法去阻止他。你放心，有淘淘和阿栋在，我们三个臭皮匠总顶过那个假货。嗯，你找到他以后看能不能劝他回到游戏里来，我想和他好好谈一谈。嗯，好。刚交代你的事情都记住了吧？一口咬定游戏侵权，虽与刘芊芊相识但从未签署过授权协议，怀疑刘芊芊造假模仿自己，这样做真不会伤害芊芊吗？放心，只要真南宫和完美男友一起消失，到时候你再多陪陪他，他开心还来不及。阿栋，帮我查一下假南宫的位置。嗯，刘芊芊设计出来的人物还真是跟他蠢到一起去了。南先生，媒体已经准备就绪，您可以过去了。Thank you.
芊芊。芊芊，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不，我想你回一次游戏。回游戏？为什么？南宫想见你。我不想见他。你和南宫，你们两个只有一个能成为我的男朋友，所以你们得好好商量一下，看谁先退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接受我了？但前提是你们得和平解决矛盾。我是来告诉你，以后芊芊都是我的。可是芊芊跟你在一起，她快乐吗？你强行给予他的一切，真的是他想要的吗？完美，并不是一丝不苟的代码。只有两个人互补互爱，互相尊重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像你这样，带给芊芊的只有痛苦和不安。你这是嫉妒我，是受伤。你。牵我的手，精心交